讲，无唔对啦。但是转来搁食面片、食酱粿啊、酱菜、泡泡子、豆子。啊，你迄盐的成分唔是爱搁入去？啊，你虽然有诶，搁较轻，我连这咸的拢袂食，我食其他的哦，食豆腐啊，食三肉，食迄个说蛋炒饭，迄内底嘛有盐呢。食青菜、切菜内底嘛自然有盐呢。所以盐分嘛是搁叫做转来，所以伊的血压普通时160/100，中等度的高血压，伊的心脏拍出去的力量就较大。和伊脑筋承受的较大，去到北京冷落去，速骨较硬，脑筋变长。对伫伊的电脑断层，他才知影讲，伊是独眼龙。伊伫美国咧读博士的时，打高尔夫球，叫人摔着一粒目睭青眉，倒一个异眼。保密皇帝告伊中风，咱才知影讲，因拢无互人知。这两个兄弟啊，会。保密皇帝的迄款背景实在是真心酸。后来，这个弟弟车登来台湾，一年，倒大病床，肺炎、褥疮、败血症、胃心气，因上家上优秀的一个，上有人气、上善良的心，甲李敖回事嘞，李敖和因老爸啊。蒋经国安怎行个？和阿公蒋介石安怎甲关？因为这个孙啊，这个细伊阿囝有法度啊来甲因和解，则有小可有人性的表现，可惜过生气。我讲这要互大家知影，高血压无爱，互你脑筋断，你一定要照医生长期食药啊。你若唔敢去代代用种，惊迄军呢？迄款？国防的迄款，或者啊，中央情报局管得到的代代严重，公务机关会甲你害。你唔敢食，无你嘛来找张医师，我绝对袂甲你偷的。可惜欠一个债，只一条性命改变了蒋家，和因拢总有七个官夫，这才是历史上唔捌有的。所以咱袂咱的某做官夫，歹势，你血压要顾好，血压安怎顾？即嘛足简单个啊。你找医生，一天吃一次，都有法度甲你控制甲真好。那真严重的，互你吃两次至三次，嘛有法度甲你控制甲真好。那万一发现你是脑瘤，脑瘤引起的高血压，唔是靠吃药啊、硬压呢？迄个时阵，医生会叫你去开脑，甲你迄个脑瘤提掉。那是良性的，提掉以后，你都无代志啊。2008年，古历过年的时，台湾有一个 Super Idol。超级偶像的主持人，叫做丽晶小姐。伊伫古历过年前发现到，他靠定定听，定会戆。哎，啊，食药拢袂好，啊，工作压力咁遮大。当然啦，即个名人，即个明星吼，因就去找医生，改电脑，翕落去 MRI， 翕落去脑瘤。伊个脑瘤是啥？血管瘤，唔是咱咧讲个肾癌迄种脑瘤。血筋啊，血筋甲你扑起来，敢若气球。日本话讲叫做呼吸囊嘛，迄呼吸囊嘛，迄气球哦。你若无甲迄四五粒筋甲摕掉，白白咧甲伊剪掉。伊若有一天，哦，啊，丽晶，你知影主持节目嘛真活泼啊，丢呀，砰啊落去啊，一个美丽生命就结束啊。所以接受开刀，过年开了，休困一两个月，佫走去关岛。去度假，等到现在又回来 Super Idol 主持才成功，这条命又留了。所以大家知道，你若是头疼不好，绝对不可以提起，血压该顾一定要顾，哦，不用自己什么慢跑，哦，游泳运动就可以解决，这样病都不用开了。你若运动就有法让你的血压好，那是轻的啦，就是说80-90，这第一度的高血压，那中度的160-101，哦，那年收缩压是160，舒张压是110，迄个是中度高血压，迄都一定要开始食药啊，固定食药啊，一世人食药啊，你若食好同款，你食落去变做120-80，上加130-180，啊，你就甲阮大家拢同款啊，咱食到百岁年老，78岁，女性今仔女性79啊，十波72嘛变73，平均75-76啊。欸，大家拢是平均这个岁数，这个你无欠我，我无欠你啊。要让大家平均岁数拢较差不多，就是爱用知识，就是爱用功夫落去理解，一定要吃药。啊，你的血压若是百八、百三，我甲你
甲你讲一个结论：你的血压若百八百三，你若买食药啊，两年你就再见，一定死哦，会死在第一中风、长脑筋，第二心脏缩去，第三尿毒症，这三条路啦，无别条啦。哦，所以空中朋友，你若是要让你长血寿，你一定要知影，血压一定要高，相对早时啊。饮食习惯，卖食迄酱瓜啊、酱菜、破布子、豆子、糯米，你知影糯米吼？迄个规罐拢哦，足好食哦！迄胶胶的红梅吼，食来伊讲哦，鲜呢，伊足红度的，这真甜呢，这不是咸的哦。伊拢唔知迄甜就是啥，糯米内底掺的迄味素，味素就是氟化钠，和你的味觉是感觉讲甜，但是伊是钠离子，伊甲咱食的盐、氯化钠拢是钠。所以你吃糯米，你吃味素，你吃盐，结论拢同款，高血压。这是第一道的，你呛死了，再佫开始呛啥？呛白来啊，龙虾啦、蟹啦、鳗啦，哦，遐内脏的，遐白来伊的胆固醇高，胆固醇过分，高密度脂蛋白迄种胆固醇是好的，你也使较高。低密度脂蛋白迄种歹的胆固醇，你若多，你血筋就塌了啊。塌嘞塌嘞，有一天你都塌梗塞啊，那有中风有塌掉的，阿甲血筋破去两大类，这两大类拢是叫做中风啊，拄着就死啊，所以咱一定爱改，哦，饮食习惯改，啊，和医生甲你清血，降血压，搁运动，因为你运动的时候嘛，会锻炼你的血筋有弹性，你的血筋你甲想看，咱这树冷有弹性哦，啊，你拿这树冷哦，你内底甲灌风。灌风甲气球同款碰碰，一个月后风甲透，这个树冷才变湿冷。看灌风灌偌大，伊就冻伫遐啦，漏掉伊嘛变作安尼，顶伊啊嘛，拗咧就断啊。你看张医师这个听诊器真软，因为伊是活冷，这树冷是软软软的，这是好的。咱的脑筋嘛是安尼，你运动你会甲冲，水甲冲，让伊内底血小板较袂粘连，你内皮细胞脑发炎。血板粘连就变成哦，白血球粘上去叫白带，红血球粘上去叫红带，哦，红带白带交织镶嵌的 mosaic， 迄款的顶头沟哦，血脂肪啊破坏的迄个上内皮细胞，有一天变化，血栓都造出来，很塌啦，生庙的呢，生庙你就倒落啊，倒落你若无死。